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吧？好几代人的情怀，对，你们找了这么多资料，真是用心良苦。那必须的，我自己都没有了。但是你这么多年之后看，会不会还是能够想起当时的感觉呀？对，好像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啊。前呢，先给我们现场观众带来一首歌吧。好，最近有什么好听的歌曲？来这儿有一种回家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想演唱一首《家》。明月下，心躺在无他，想家。想回家。